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，缤纷娱乐现在开秀。最近重新看了一遍我们的歌，终于明白情深深组合为什么这么高人气了。一，天作之合，你们是天作之合，这是任贤齐对于情深深的评价。首先呢，情深深组合非常有实力，很多人都被他们的歌声所折服了。天籁歌声沁人心脾，周深的声音就像是肖战在节目中说的，老天爷赏饭吃，唱得好是本事，唱功可以经过后天的训练来加强。但周深这种极具天赋的嗓音呢，的确是受到了令人嫉妒的程度，这是学不来的东西啊，他就是最独特的那个。周深的嗓音真的很绝，当他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种这种在叫着唱歌的感觉。周深唱歌非常有感觉，是一首让人听上去就想要说好听的感觉，也像肖战所说的，周深把一首歌唱出来仿佛就是那首歌该有的一个版本。二，默契程度，情深深的默契程度呢是很多人比不了的。周深的声音刚柔并济，当周深接过李克勤给他的力量的时候，他变得很有自信，也会唱得很有力量。周深唱自己的部分的时候，又回到了自己那种很美的声音。两个人在一起合唱的时候，非常的和谐。和谐这个词啊，在他们两个人身上真的是听了无数遍了。李克勤说他有很多非常好的搭档，但是他知道能够跟一个合得来的搭档合作是怎样的。作者王晨曾经说过，世间所有的相遇呢，都是久别重逢，在茫茫人海里边遇到彼此已经是很不可思议了。茫茫人海遇见一个合适的人是难得的幸运，他们之间的默契呢浑然天成，仿佛他们就应该是组合在一起的。周深最强辅助的称号呢，的确是有迹可循。我们知道合唱的时候经常有个问题，就是当对方太强的时候，你也会忍不住加强自己的功力，不让自己弱下去，被对方的声音给掩盖掉了，形成了一种双方互相较劲的状态。这是竞技类比赛双方合唱 PK 时的状态。从好声音的出来的歌手呢，很多人都是这种状态的，这显然不是最理想的组合，也不是最好的合唱，因为没有默契。这是人们经常会评价的，谁太弱了，合唱根本就听不到他的声音，谁太强了，又太自私了，只顾着自己唱，完全就不考虑对方。周深为什么是最强辅助呢？就是合唱的时候你能够瞬间的听到他的声音，而周深呢又不释放侵略性，不会盖掉对方的声音，反而是拖着对方唱，让双方呢都发挥得更好。李克勤作为前辈歌手呢，一直是非常包容的，除了在语言问题上面选粤语的歌的时候呢，也会让周深迁就自己一点，大多数的时候呢，李克勤其实也都是配合着周深在唱的。其实他们之间呢也会有问题存在，我们知道他们声部呢是搭的，而且配合起来非常好听，但是操作起来不容易啊。因为李克勤也说了，周深的调对他来说太高了，所以呢默契也是需要慢慢培养的，一步步扎实的。三，综艺感，周深和李克勤都很有综艺感，每一次的师徒互怼呀，互相甩锅呀，都是让人看得十分欢乐的，这种相处模式非常舒服，这与他的组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别的组合当中，比如说费玉清啊、周华健啊、任贤齐啊、王凯奇，其实他们呢没有端着前辈歌手的架子，但是后辈歌手还是对他们非常尊敬的，在他们面前呢会弱下去。周深和李克勤就像是哥俩一样，同时又惺惺相惜，彼此欣赏，他们真正实现了跨时代的结合，而且两个人之间磨去了代际感，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。情深深真的是人气很高，都过去一年了，还有很多人期待他们返场，原因就是没听他们唱够。所以情深深为什么呼声这么高呢？就是因为观众还想听他们唱。另外，独特的声线，走心的演绎，把歌曲中复杂的情感吟唱的是细腻悱恻，空灵动人，令人回味无穷。一首《大鱼》就这样让大家认识了周深。尚雯婕曾经对他演唱说过一个评价，他要么不唱，一唱就一鸣惊人。周深的歌声呢，就拥有到这样的歌魔力了，听他的歌你会跟着他的歌声心随声动，你的眼前仿佛会看到歌词中所描绘的美妙的画面。百变歌手的称呼啊，真的不是虚的，毕竟用空灵的深邃的声音描绘一个唯美的意境，不是每个歌手都能够做到的，而周深却做到了。之前由台湾 HOT FM 联播网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e Radio 共同发起的流行音乐全金榜，周深凭借着2019年的优秀表现斩获了三项大奖，这样的一个奖项啊，对于周深可以说是实至名归。当然周深带给大家的惊喜远远不只是唱歌这项技能，他还是个综艺感很强的搞笑男生。在录制歌手的时候，其他的歌手都会到录音棚去演唱，而周深呢却是自己在家唱，不少人都会质疑他为什么不去找个录音棚呢，而周深却给了一个人意想不到的答案，说唱完呢我就可以躺床上睡觉了。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公布结果的时候，镜头给了周深，他真的就躺在了床上。这样的奇葩周深不仅是用歌声征服了我们，还用幽默展示了自己的魅力，说他是宝藏男孩当然也是名副其实了。周深对粉丝呢也是实力宠粉，直播的时候为粉丝唱歌，而且非常喜欢和粉丝互动，微博竟然会回复粉丝的评论留言，这样的 idol 哪个粉丝能够不爱呢？大家只看到现在周深成绩和荣耀，其实他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，他也备受质疑过，不被理解过，甚至不喜欢的人也大有人在。中国好声音他和李维和唱的贝加尔湖，他深情的演绎让现场的观众和导师也被深深触动，但最终他还是泪洒舞台，没有成功晋级。没走红之前呢，他也受到过很多人非议，因为他反串女生，有些人因此对他而匪夷鄙夷不屑。周深每每回忆起这些的话都会很伤心，但好在他一步一个脚印，为了心中的梦想选择了坚强面对所有的偏见和误解，用努力和真诚打动观众，也让当初戴着有色眼镜看他的人转变了看法。是金子总会发光，
车身走来，一边战胜自己内心的懦弱，一边勇敢地面对周围的非议，努力地去释放自己，展现自己，才成就了今天这个内心强大所向披靡的周深。百变歌手周深，宝藏男孩周深，多才艺人周深，他的一个个标签就是他实力的象征，这样的周深有谁会不喜欢呢？幸福是白塔到红墙的距离，幸福是这时的我那时的你。周深的歌声里边天然带着一股治愈感，让人感到温暖。很意外，他出道以来发行的第一百首歌曲竟然是幸福，像毛不易的那首平凡的一天一样，周深的这首幸福里也是一首听来让人觉得很舒服的歌，歌声里还藏着人生百味。歌曲作为电视剧幸福里的故事片尾曲，整体的风格和电视剧剧情环环相扣，归根结底起来呢，就只有两个字能够形容了，平凡。它没有达拉崩巴的高难度，没有大鱼的别致惊艳，歌曲整体的情感淡出式的递进，每一首的哼唱呢都是对于幸福的体悟。听完这首歌之后，在感悟幸福的同时，还会觉得心有惆怅却又豁然开朗。周深扣零纯净的嗓音将歌里的幸福慢慢的传递，没有华丽的修饰，却直白的打动人心。直到认识了周深，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精灵嗓音。听周深的歌，所有的坏心情都会被他的歌声所治愈，一切的不开心都在他面前消散于无形了。幸福里一曲悠扬宛如是天籁，让人深觉到无限美好。古今中外，幸福是什么呢？每个人定义都不太一样。有人说其实幸福很简单，有人爱，有事做，有所期待便可了。春日里和爱人一起去看漫山遍野，在夏日的夜晚和爱人漫步沙滩看漫天的萤火，待到秋日一起去赏火红的枫叶，去采摘诱人的水果，冬天分享甜蜜的烤红薯，一年四季四季皆有你。这一简简单单平平凡凡的日子，便是我能够想到的最浪漫的幸福。诗人这一生兜兜转转为之努力奋斗的，不过也就是幸福二字了。熟悉的阳光照进了幸福里，堆满了平凡四季，有个这样的幸福里，能够让自己在满身疲惫的时候回来栖息，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呢？在幸福里有往日的温暖回忆，有现今的相互扶持，更有未来的希望和信心。幸福里是人生来处，亦是余生归途。脚步在岁月之中走走停停，爱与梦想交替的是故事中美丽的我们。出走半生，拥有太多的风景，依然比不过那个有着温暖灯光、炊烟袅袅的地方。2020还剩两个月，这一年你幸福了吗？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